同即将为你播出的是今日睇真啲，接住落嚟系香港新闻及天气报告。12:50亚运剪影，1:00剧集《胜者为王二》，1:50方太生活广场，2:35国语新闻及天气报告，2:50庐山，3:05每周一歌，3:10中国报道，3:40旅行家。在 China Today 之后会预告明晚的节目时间表，现在请先收看今日睇真啲。在震撼世界的越战后，紧接着的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海上大逃亡。要想知道这场惨不忍睹的人类大悲剧中的故事，请留意收睇 CNE 这个星期日19晚周日大电影《紧存者》。欧锦棠，小女钟慧玲，在下林建明，大家好。系，阿明姐，因为今日出边咧就非常之虚撼啊，好多孝子贤孙咧就去拜山嘅，咁证明香港人咧好有孝心嘅。我唔系，未必，有啲人唔系拜自己嘅祖宗山坟嘅，系拜人哋嗰个嘅噃。你讲系拜人哋嗰啲？系啊系啊。咩人嚟噶？咩人嚟噶？咧，我收到风啊，就系今朝早咧，阿 Danny 仔同埋阿家驹咧啲歌迷啊，天蒙光咋就去拜佢偶像嘅山啊。埋曬長龍啊！咁有心埋就要睇真啲啦。細雨大，今日就係清明節嘅正日啊！嚟拜山嘅人特別多喎，再加上封路啊，我哋嘅外警隊咧嚟到山腳，等咗成個鐘頭嘅專線巴士咧，先至嚟到墳場噶。千山萬水就終於上到嚟啦！嗱，今日睇真啲咧就派咗我啊，鐘慧玲咧就拜祭香港兩位樂壇音樂人嘅喎，咁咧我就買咗兩扎花，咁一位咧就係黃家駒，一位咧就係 Danny 仔啦。嗱，黃色呢扎花咧就係俾家駒噶，咁紫色呢扎咧就係俾阿 Danny 仔嘅喎。嗱，咁我哋而家一齊上去鞠個躬啦，跟我嚟。嗱，一般歌迷同偶像見面啊，通常都喺酒店或者音樂會嘅。但是家驹和 Danny 仔的 fans 就要来到将军澳坟场了。虽然今天这么晒这么热，但是当我10:00来到家驹坟场的时候，已经见到一班 fans 拜祭紧去，等我过去鞠个躬先。咁我而家啱啱拜完啦，咁我就想问下啲 fans 咁嘅。咁我想问咧，你今日使唔使跟屋企人拜山噶嘛？今日唔使喎。你今日唔使，咁你屋企人咧知唔知道你嚟咗呢度咁样咧？都唔知。都唔知。如果俾佢哋知道，佢哋会唔会反对啊？死紧啦！如果我想问你啦，咁你有咩同阿家驹讲啊？希望你好开心咯，保平安咯，因为我烧咗份友平安俾佢咯，同埋我哋班 fans 都永远即系纪念佢咯。而家咧，我哋就去拜阿 Danny 啦。但系咧，我哋成班工作人员咧，而家只系行到10层啫，唔该影一影呢度。咁阿 Danny 嗰度咧就系26嘅，唔好理啦，跟我行啦。Danny 仔嘅坟墓啊，就喺将军澳坟场嘅山顶位置，即系家驹嘅楼上。我知道陈妈妈为咗答谢一班 fans 一路以嚟咁关心同埋支持阿 Danny 仔啊，今日拜完 Danny 仔之后咧，仲请佢哋食翻山斋添。有咩想同 Danny 讲？永远都系支持佢咯。Danny 嘅歌迷同朋友啊，都知道佢好中意紫色嘅，所以喺佢墓前咧都会见到好多好靓紫色嘅鲜花嘅。啲 fans 咁锡佢，我相信 Danny 全下都会好开心嘅。我仲见到两个 CV 纸嘅桶，都系紫色嘅。听讲陈妈妈咧而家仲周围揾紧咧一块紫色嘅陨石，系嚟做 Danny 仔嘅墓碑嘅。啲歌迷真系热心啦！嗱，其实咧，希望啲歌迷唔单止对啲偶像热心啦，咁样读书方面咧都能够咁热心就好啦吓。啱嘅，啱嘅，不过要奉劝大家咧，大家拜山都要小心啲噃。哦，梗系啦，要小心山火啊嘛吓。错，系收徒弟啊！
拜山都要陀地，唔信啊！今日啊，我收到啊觀眾啊電話投訴啊，清明節咧呢度墳場呢度咧就會有好多人噶啦，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同埋差人，仲有一班無謂嘅人。呢班無謂人啊，除咗喺墳場呢度開餐、開 P、拍拖之外咧，仲有一班專係點紅啊、點綠啊、搞搞震冇幫襯嘅，專屈呢一個孝子銀嘅山狗。经过我哋大半日嘅侦查同埋跟踪啊，我哋足之发现到咧，横行钻石山、收钱物角、数班摊嘅山狗大哥崩牙狗。呢位崩牙狗咧，据讲啊喺呢度啊搵食已经好多年噶咯，而且啊年年收获丰富，唔怪之得啊食过翻寻味啦。据笼统估计啊，平均每个清明同埋重阳咧，可以赚成几千蚊噶。另一位山狗阿姨十熟狗，哇佢都唔得輸噶，平均一日嗱賺成六七百蚊噶。話時話呢位阿哥咁嘅樣都幾雜噶噃，你憎唔憎呢咁嘅山狗啊？誒，你嚟到咪幾蚊嘅咯，冇所謂啊。咁你今日咧，你拜咗咁耐啦，咁咪俾咗幾多個啊？啊，俾咗兩個咯。得兩蚊啫喎，只係三蚊啊。五皮啊，賣得幾多下喎？喂，我想問咧，你而家俾咗五蚊佢啦，咁佢有冇幫你打你啊？冇嘢噶啦，就系飞鸿只一次少少啦。普通风利是嘅啫。大概咧，十蚊八蚊咯。多会唔会俾啲啊？多啊，都唔会嘅。咁样有时咧，见到佢哋咧，系咪做足晒功夫先？唔系噶，有啲攞完利是就走噶啦。咁衰啊，悭唔悭人憎啊？咁我知就好悭人憎。既然呢啲扫墓人士啊，对啲山狗咁不满啊，唔知警方高层对呢啲山狗问题啊，又点睇咧？根據我警方在呢幾日啦，清明節嘅日子裏邊咧，我收到的報告咧就唔係好多嘅，咁啊形勢就唔係咁嚴重嘅。咁你哋有咩辦法要應付佢哋啊？基本上咧，今日咧我哋咧就已經有成百幾個同事喺度咧係做呢個人群控制嘅工作啦。咁亦都係有便裝嘅偵測部嘅同事咧喺呢個範圍裏邊咧係負責呢個巡邏嘅。咁我想問咧，你哋而家咁樣啦，即係你留意收睇啦。聽晚見，拜拜。拜拜。我做緊訪問嘅時候啊，我見到啲消防隊叔叔咧話咗呢度咧發生小火，我哋而家第一時間去跟蹤睇真啲，過嚟啦！喘曬氣啊！頭先我行到嚟呢度咧，見到啲消防隊叔叔咧就係好落力咁救火，但係啲火都未熄，仲燒緊嘅就走咗去啦，喂，未夠熄噶！去咗边啊？香港新闻及天气报告即将播出，请留意收睇。成晚瞓得唔舒服，辗转反侧点算好？唔使怕，即刻加入康图健康枕行列。康图健康枕无论形状同质素，都经过专家精心设计，每晚带你进入甜美梦乡。康图健康枕特别选用粒特柔软橡胶，能配合你的面部和颈部轮廓，同埋再加上高质量内层，俾你有贴身柔软的感觉。康图健康枕推出普通型和豪华型两种尺码，任君选择。而家康图健康枕更附送精美枕头套一个，方便替换。康图健康枕是以最高优质取胜，当你用过康图健康枕而不满意的话，我哋即刻原隐奉还，所以无需考虑，为避免彻夜难眠，而家就即刻打电话订购啦！我哋嘅电话系0726-222-136，0726-222-136。中国人有乜理由唔跟踪啊？点解话？咁反正講實講實係就唔使有中英爭拗啦。舊老闆走，冇得親啦，咪親新老闆咯。哎，你做人唔好咁激啊！係咪冇協議就哦咁啊？乾手淨腳各行各路。劇集《勝者為王二》即將播出，請留意收睇。
如果想知道 CNE 每晚有乜嘢好節目，又如果想知道 CNE 有乜嘢節目好介紹，請留意逢星期六喺《星島日報》嘅《星島周刊》所刊登嘅 CNE 電視節目一周。睇 CNE 電視節目一周，令你對 CNE 節目一目了然。《星島周刊》推出直接速遞服務，每年只要付郵費20英镑，就可以按時收到內容豐富、娛樂與資訊並重嘅彩色《星島周刊》。詳細情形請參閱《星島日報》歐洲版或《星島周刊》。查詢電話0712871525。請注意，《星島周刊》暫時只在英國發行。歐洲東方中文電視 CNE。唉，报应咯！等我赢咗呢个赌局，我自然会对付阿顺。俾多最後一個機會你哋，你哋四個一齊同我玩呢個輪盤，我負責放豬，你哋四個人每人輪流轉一次，如果開出嚟都係零點嘅，梗係我贏啦。
住播出的是方太生活广场，请留意收睇。香港北海集团业务多元化，为中港经济作出重大贡献。创立60年的中华七厂是香港第七业先驱，不断引进科技享誉国际，贯通中港公共交通的香港城巴及英国 Capital City Bus 一向以高质素服务见称。集团其他业务包括房地产、酒店业及资讯投资。北海集团致力服务社会，与你共创美好将来。CNE 每周电视节目表逢周六周日在文汇报欧洲版刊登。文汇报欧洲版服务欧洲华人华侨，欢迎订阅。查询电话44717342144，传真44717342145。欧洲东方中文电视 CNE。 各位朋友，又到了钻石与你的时间了。一講起鑽石咧，我諗人人都中意，尤其係女性啦。喂，今日咧我哋就邀請咗一位嘉賓上嚟同大家講下選購鑽石嘅心得。咁佢仲有咧就帶咗係好多佢嘅珍藏上嚟俾大家一齊欣賞噶。咁呢位嘉賓咧就係仁濟醫院嘅總理啊鄭蘇眉女士啦。阿鄭太你好，你好方太。啊鄭太，多謝你今日上嚟咧就同大家講下選購鑽石啦。咁我見到你有咁多靚嘅鑽石。你對於選購鑽石一定是很有心得了，不如講俾大家聽下。我咧平時我覺得咧就係戴鑽石咧，耳環啊嗰啲鑽石嘅飾物咧，應該係分兩個部分啦。一個咧就係你去 dinner 嗰陣時，即係去晚宴嗰陣時，或者食晚飯普通嘅晚飯嚇。咁但係另外一個部分咧就係日常嘅普通嘅平時戴法。咁你呢度帶到啲咁帶嚟俾大家睇嘅，有邊啲係適合係即係去晚宴啊嗰陣時候戴，或者係去即係宴會嗰時候戴咧？而家我今日咧就帶咗一套上嚟，因為我今日著咗嗰件衫咧，就今晚夜晚係我自己我都係要去播嘅。咁變咗我自己戴嘅嗰個咧，就係戴咗一個大嘅心針，同埋咧一對耳環，係一套嘅，係一套嘅，好靚。但呢套耳環咧，亦都可以襯翻呢一個三朵花嘅。咁啱啱係一套嚇，啱啱係一套。你亦都可以唔戴呢個，淨係戴嗰個細嘅嚇。你唔戴呢個心針嚇，你唔戴呢個大嘅頸鏈啦。咁你就戴埋一個心針都可以嘅。咁你如果係兩樣一齊戴咧，就太多啦。但係咁樣戴咧，將呢個襟針擺喺嗰個紅色嘅套裝或者黑色嘅套裝上邊，個效果咧嚇，效果都係好好嘅。係啦係啦，但係兩個一齊戴就冇咁好啦。係啦，兩個咧太誇張啦。咁呢個都係適合去晚宴啊，或者係食飯嗰陣戴啦。咁至於我見到你有一個係手鐲嘅咧，嗰個咧，嗰個手鐲都係。短袖嗰啲一啲裝飾品嚟嘅，係咁通常而家就興嗰啲比較闊嘅，所以呢個係一種呢個咧就可以夜晚都戴嘅，係嘛？咁仲有鄭太，你仲有啲咩係可以介紹俾大家睇下嘅咧？我哋而家就講下嗰個青年嘅，即係年紀比較輕嘅一代咧，佢哋點樣戴珠寶嘅？而家佢哋流行嘅嘢咧就比較欧洲东方中文电视 CNE。
解中国已经有私人汽车100多万辆，现在首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中国居民已经在跃跃欲试地购买家庭用汽车。中国机械工业部汽车工业司司长张晓瑜今天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再有5-6年的时间，中国大多数家庭拥有一辆汽车的梦就会成为现实，因为中国的汽车工业正在走向家庭这个大市场。今年7月份国务院颁布的这个汽车工业产业政策上面了，已经做了一个总体蓝图的描绘，就是到2000年和2010年十年的时候了，汽车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那么根据这样一个世界的汽车工业发展的这个模式来讲的话，它必然的要更大量的增加是轿车的产量。那么轿车的产量不可能全部都是用公款消费的方式来进行购买，必须要进入家庭。这个似乎都变成了一个逻辑，就是汽车工业要成为支柱产业，必须发展轿车工业，轿车工业要发展，轿车必须进入家庭。就是国家正在建设的这个上海牌轿车的生产阵地，国家正在建设的二汽雪铁龙富康车的建设基地，国家正在加快建设的桑塔纳轿车的生产基地，国家正在建设的夏利轿车的生产基地，都是瞄准的这样一个总体目标去发展的。现在这个许多年轻人都想拥有一辆这个轿车，比如像我也想拥有一辆轿车，但是呢总觉得这个价格太高，而且呢是一个很长远的梦。您估计什么时候能圆这个梦？我们预计当家庭的年收入3到5万元的时候，人民币的时候，就是通过3年到5年的积蓄可以买一辆轿车的时候，这个时候轿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叫做进入家庭了。那这个时间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我们预计比较富裕地区，比如说江浙一带、广东啊、山东一带，大概本世纪末应该就出现一种轿车需求的比较高的浪潮。最近这个国家的这个汽车呀已经降价了，是不是意味着以后还要降价呢？这个降价和不降价呢，一个是首先取决于市场的供求关系，这是个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那么从总体上来讲，我们现在轿车的价格远远高于国外同类车产品的价格。那么降到什么水平呢？就要降到用户进口一辆车交完关税以后跟我国内的车大体上在一个水平线上的时候，我们轿车工业才有希望。你说现在价格还偏高？还偏高。让这个轿车啊进入家庭，您觉得现在急需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怎样鼓励这个家庭私人购买轿车呢？从汽车工业本身来讲的话，首先要把价格降下来，要把品种增加上去，而不是单一的像现在这个桑塔纳这一种品种，也不是像夏利的就是一个夏利车这样一个产品，就从汽车工业本身。那么从国家来讲的话，要把一些额外在价格以外收的税和费降下来，比如说消费税要降下来，车辆购置费要降下来，对吧？把其他的一些费用啊要相应的降下来。再一个呢，国家要创造一些资金环境，比如说为用户的购车提供贷款或者提供分期付款的方式，再加上呢道路啊这个驾驶员的培训啊，这些条件都要逐步的培养起来，汽车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家庭。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每年有100万民工外出打工。随着百万川军出川，每年有几十亿元的人民币汇入四川。与此同时，巨额的外资也源源不断地流入四川。素有聚宝盆之称的四川已经成为真正的聚宝盆。请看记者从成都发回的报道。成都火车站，这里就是被人们称为百万民工出四川的必经之地。与火车站紧邻的成都邮政大楼，这里的职工每天面对的是民工们从省外汇回家乡成千上万如雪片般飞来的汇款单。最高峰的时候要收到多少？最高峰一天是一天啊，我们就是汇票的一天是3000多件。特别是发工资的时候啊，就是月初到月底的时候，那么广西、广东、深圳、海口还有上海，那么寄来每个月寄来的量就比较大，而且他们那个每个用户寄来的款啊，大的还有1万多的，15000到16000都有。哎，就是您的印象中间，一年大概要汇回家乡多少资金啊？从我们目前邮政局来看呢，我们处理的情况来看，我们成都市局一年兑付的这一部分资金就有20个亿。那么我们邮政局呢，还担负我们全省的一些中转任务，那么中转到各个地市处理的这一部分的兑付款不会低于30个亿。朴实的农民工每年将几十亿的资金汇回成都地区，不仅仅养活了他们在家乡的妻儿老小，
客观上对繁荣当地的经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与这种涓涓细流的资金流向相比较，近两年大量外资的涌入就显得汹涌澎湃了。现在已有四家外资金融机构获准在成都设立了办事处，准备参与当地的建设。加拿大红利保险公司中国代表说，他们就是看中了成都地区巨大的金融市场潜力才来投资的。因上海和深圳设立了代表处，那么我们讲西南的整个地区，那么最好的点就是在成都了。四川是全国人口最多的省区，成都平原又是物产最丰饶的地区之一，巨大的市场，大量丰富而又相对廉价的农副产品，吸引了大量外来资金沉淀在成都，使成都成为西南地区的一个金融中心。就是成都存款大于贷款，那么就是说成都啊，它因为是那个西南地区的商贸中心啊，流通中心，因此它吸引了很多的那个资金到成都，因此从成都来看哈，它的存款是大于贷款的。那么这样呢，成都的资金的运筹方面啊，就比较的自如。俗话说，手中有钱，心中不慌，难怪行长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作为一个城市的最高领导，考虑的却是怎样稳定住良好的外来投资态势，为当地的经济服务。现在外商到成都来投资，我们在接触的过程当中有个比较深的印象，他非常关心我到了这个地方来投资之后能不能够得到当地的法律的保障，这点是非常关心的。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么一个状况呢，就制定了成都市的外商投资管理条例啊，外商这个投资管理条例。那么这个条例呢，经过省人大批准以后，就成为这个地方的法律，地方法。那么这一点呢，来啊，让这个外商啊敢就是知道。到了成都来投资以后呢，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法律资金来了之后是安全的。这是中央台记者从纽约发来。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谢谢收看，再见。见过这样壮观的场面吗？您见过夜空中如此灿烂的缤纷之花吗？ CNE 欧洲东方中文电视台在十月八号晚的节目里将带您走进天安门广场，让我们一起共赏那火树银花的不夜天。Buddhist temples is a newly rebuilt Taoist temple, Wu Liang Guan Dongge. In Qianshan, the temples and the palaces are filled with legends and stories.Here, the rocks and old trees exude and enhance vitality. Qianshan, a lotus flower blooming in eastern Liaoning province, will display her splendor and fragrance forever. Well, that wraps it up for this edition of China Today. I'm Zhu Jin. Thanks for watching.And see you next time. Come on.
CNE 的节目已经播放完毕，明晚的节目有英国时间12点今日睇真啲，12点25分香港新闻及天气报告，12点50分亚运剪影，1点剧集《胜者为王二》，1点50分龙门阵，2点35分国语新闻及天气报告，2点50分剧集《末代皇帝》，3点40分地方台30，4点10分 Inside Story。请到时留意收睇，各位晚安。